天平台风步步逼近，全台戒备，海陆空各路交通也有异动，提醒您出门前最好先查询。公路总局呼吁台九线南回公路、台十一甲线光丰公路和屏东县道199、屏东县道200都已经属于危险范围，请民众不要再进入。而包括台七线的桃园县界到七兰、台七甲线七兰到思源、台八线中横公路到太鲁阁段、台九线苏花公路苏澳到崇德路段，还有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35公里处和以51线的大同乡12公里到16公里处，以及宜兰县大同乡的田吉尔桥等7处路段，都分别在昨天进入预警性封闭和全线封闭。再来是国内航班异动的部分，复兴航空的台北到花莲、华信航空的台北到台东和高雄到花莲航班在今天都是全面取消，中午以后的国内航班也全面取消。海运停驶的方面提醒您，富冈到绿岛、富冈到兰屿、后壁湖到兰屿以及小琉球屿到东港、台中到平潭在今天也都是全面停驶。以上是我们为你整理的交通资讯。